自己喷那个号，到那个号吧，那个号上点喷。那这样可以练一下，我练一下德莱文吧，要不？这英雄感觉没那么好练啊。还行，我玩德莱文玩的还可以，我觉得。可玩。那这白超啊！当心那些一无所有的人。觉得我得多那个多。哎，他闪现 Q 的，直接跟他换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，直接跟他换闪都可以。他们一滴不见你。嗯？人呢？血债血偿。我会把你和你的口供都带回局里。哎，这个不是他不是死了吗？进化是吧？我也不知道 ，A 一下。哎，闪现重置补攻，这都可以吗？不对劲啊！我这波出大问题，我靠！我扛兵线，然后没磕药，我磕了药的。我这波不想他吃，我是磕的快死，我是我快凉了我才磕药，他手比我长一点，我有点难受的。露露学的 Q， 我跟他换了吧。可以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往后走一下，我马上到了。这波可以杀露露的，露露还要追你，他死了。嗯，最近还有闪的，坏了呀！我要没了呀！往后拉一下，我有个 E。哇，你没 W 吗？坏了！没有在 CD。我靠！坏了！我吐了！真是残血，闪现电他，进不了了。算了算了。这不是也开了吗？他中路不去了，我才一级，我靠！你单吃一会儿吧。我卡一会儿线好了。哇，本来他们下路烂了的，我靠！我在干什么？我第一波我应该闪的，我闪的跟他换了都可以。把他闪现给我回头打死了，还能再砍，慢慢砍。苟延残喘。太热了，太热了，被 BU 扫了。挡我者死！打不了这么久，这可以干他了！我靠！我要守护者，好，坏了，完蛋 ，W 也没给你，出问题了，完。完大蛋！要把翻皮皮的，头皮发麻。打得回来，打得回来，没事没事。有点痒，我看。我的剑总能找到他们的靶心。这波又来了吧？他有可能哦，他在上半野。感觉我们多个火。可以打，可以打。
别给了。打回来了。这又来了，我可以卡视野，我可以卡视野。他卡不卡视野？他要，他知道你在的。我本来可以吃个杜腾的，我靠！这么喜欢抓下吗？小钱拿了大头了，无所谓。我为什么这么乐啊？那是我的脑壳，我流血了，我靠，长了个包。我们只有懦夫才会逃避他们的宿命。哥、啊，我的车。不知道这莉莉亚是不是还在？感觉那个六级他要直接来，我都感觉他在后面。等我后面做个眼，这个眼感觉没，他该来的还是要来的。哇，那装备还是可以干的。哦，不对，再干。他没意了。我六了，我六了，我六了。对的，可以打。我等级好高啊！你前面自己吃这么多线，肯定啊，我直接死了三波线没吃，直接裂开。我好像恢复正常一点了。莉莉啊，声音这么大，到处抓人，好，把这里抓死。你说你要干什么？说你要干什么？我都不打算找你，你还要来找我？你要来找我？再给我装备！我靠！烦了。对啊，好，这 Q 中了，直接闪现 A 一下他死了的。想知道他为什么？这个大为什么是这样子的？他大比那个远好多呀，比看上去。就看那个击，每次造，每次击杀的，然后 QW 都会刷新，是为什么？玩了这么久维鲁斯，我真的。他杀人刷技能吗 ？W 刷技 ，W 会刷掉。我都不想去找他，这个露露，他说我不杀了他，我不能走啊！哎，跟他贴脸，没大，没大没闪的，怎么搁这装备呢？想玩是吧？被这露露气到了，赶紧进。
哼，我不知道，摆烂了。对，这妹妹本人算号啊。哼，还有这种说法。范怡的辅助应该不止这种水平吧？应该是吧。这里有点搞性别歧视的，有些人玩的还是很好的。我知道，我说，但是有些妹妹就是别人打的呀，她自己上来玩。有些男的也是这样子啊，不能这么说。这样子要被。号是女号呀。这样子绝对会要被攻击的，我跟你说。不不，她的号是女号，我才会说妹妹，不然我怎么好好的说妹妹？我这个号也是女号。这没什么我是不是很刚，我靠，我不去工地 sorry, 我不去工地抬杠真的有点可惜了。那个这种没有男女之分知道吧，这有些人男的玩的比女的还要菜呢，对不对？有些女的玩的挺好的呀，打鼓不挺多那种宗师，就宗师什么的那些有妹子玩的挺好的。我感觉我是个钢筋，我靠。人家女玩家至少不会嘴臭啊，对不对？男玩家嘴臭的比较多。那这男玩家要冲你了呀，嘴臭我怕什么，我这有什么好怕的？大部分男的肯定是比女的素质低下的呀。啊，这句话也不对。反正我完了，我自己也迷糊了。我感觉哎，其实都差不多吧，我觉得这种也不能说分男女吧，就是、都差不多。游戏玩家不分男女。对，别分男女就对了，这样子要被人骂的，我靠，绝对要挨骂的。哎，还没撞，还能再撞一下，我靠，撞了四下吧。这不一波了，感觉要被撞死了。还能撞一下。我扛一下这座塔。不用扛，不用扛，撞一下这个先锋直接死了。咣，哇，还有六滴血。不是，只要不被 A， 他一滴血都不会死。我的，我什么都没说，正常聊天好吧，没说什么。我靠，我还在拉弓，我这么帅吗？